结果原来想的最坏的吧，差不离最坏的差不多。估计他得上诉，等我见到以后我知道他能不能上诉，但估计他可能要上诉。 我就怕他脾气那个暴烈的很，受不了里边的那个折磨。他说那个过程已经过去了，说他现在已经没脾气了。他说他什么都能受得了，让我放心。 没事没事没事。